参禅人最重要是的细行。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路频道，点赞并转发本视频，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，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。参禅人最关重要是细行，缺细行难入那家，全细行动行即定。我人由一念不绝，才有无明，无明只行细行，未入明色。今既复本细行，使知心圆不圆。初学行人不知细行为何物，粗心胆大，与众情伤，皆无细行所致。行走脚不能响，是细行；居止站立，手垂直身不动，是细行；坐臂端直，无诸偏歪，是细行；睡则吉祥卧，不仰卧，不俯卧，不反卧，右手枕头，左手搭膝，是细行；与人讲话，眼看比胸，言无口水，低声轻语，是细行；做事动脚必轻，动手必稳，是细行；识恶之粗行远离，识善之细行无懈，交与不可未言先笑，是细行；有事不可未头未尾，是细行；佛戒能持清，是细行；威仪能具足，是细行。他人参禅难进步，细行人出参即进步。蚂蚁喊救命，粗心人不能听，细心人能听复能救。四祖闻懒容禅师捉狮子掷地，脚跌跛哭，是细行。于一日睡广丹，闻声哭喊，下丹寻觅，见五角狮子在地乱碰乱滚，心气足可能闻，非其特事。佛在世时，一日上刀立天有事，地势设宴，佛化地势，身与佛同。一般飞行罗汉，有木莲、舍利弗、迦叶、须菩提等远游天宫，驰回佛处，见佛正宴时，不知何事我佛，不识何事地势。木莲心惊毛竖，即飞身梵天，不见谁个是佛，即远飞990恒河沙佛土，看佛不见，即回商请舍利弗。舍利弗曰：诸罗汉请看，座上那个有细行，眼睛不乱翻，定是世尊。众罗汉齐看，才至佛前，佛呵曰：神通不如智慧，木莲粗心不如舍利弗细行，细行是参禅光风有以夫，